大家好，在家调酒 DIY， 轻轻松松就可以让就可以调制各式各样不同的鸡尾酒，让您生活更有情趣。首先呢，先介绍一下你们需要具备的一些器具。好，最基础的就是量酒器，再来就是这个八叉匙 bar spoon， 再来水果夹，还有摇酒器，这是传统式的三段式摇酒器，还有这是波士顿，好，波士顿摇酒器，这些就可以让你变化出上千万种的调酒。再来介绍一下简单的酒类，我们的调酒六大基酒有琴酒、伏特加、塔 q 拉，还有朗姆酒，还有威士忌和白兰地。那我们现场这边你们可以看到的这两瓶都是属于伏特加，好，这是柠檬伏特加、柑橘伏特加，那这瓶是琴酒，好，这是六大基酒的其中两大。再来就是香甜酒类，蓝柑橘香甜酒、荔枝香甜酒。现在前面这一瓶呢是百香果香甜酒，香甜酒的种类有上百多种，甚至上千多种。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口味，都可以拿来调制。再来第三类的，就是果汁类，像这一瓶莱姆汁、柠檬汁，或是你们新鲜现压的葡萄柚汁。或是加点汽水，好，都可以。最后一大类就是糖浆类，你可以使用果糖类，或是使用就是有水果口味或是花草口味的糖浆，好，这些都可以让您的调酒千变万化。